在第一节的最后一集将由梦想家掌握。哈克在外围长驱直入一条龙 ，coast to coast。哇，这哈克转身做飞的位，哇，老师开课了。在篮下两分应该稳拿了，竟然还过门不入哦。我感觉雷特在背靠背的第二场比赛体能稍微有点下滑。是，我而且这个是梦想家，基本上他还是持续的利用所谓的比较高压迫的这个人盯人。那最关键的是整个多跑动，漂亮给球，施晋尧空手走位得分，再次给到钱肯尼，这一球发生失误了，关达又把球抄走，面对沃克，计算加分。真的是，哇，这样子的一个吊球哦，真的非常可惜，也不合理哦。嚯，这位拼得凶，但这球已经球进算了 ，Go Tending。哇，突然间在这几波的来回，工程师找到了活力。实际手部的碰撞应该是不至于倒地，对，他也蛮重的，是的。横移的出手 ，from D to O， 看这波的攻势，传底角，这球的流动还是在外围的三个点不断的盘带，但是嚯，单打完压肩之，哇，就往死角运。两排三排填好，好球！哇，行云流攻登上，你确实是献出了富邦勇士。不过呢，这个有一好必有一坏，你攻不进，对方攻不进，但是你其实也攻不进。对，填好拉到了左侧。杰伦场均18.5分，台后门，哇！哦，这个是工程师今年。那么在下半场呢，工程师跟特别是梦想家这边的先发球员首发，跟上半场是一样的。哇，挺好吃。